海关设置了最智能化的监管设备，包括它的司机识别系统、车辆识别系统、车辆称重系统和监控放行系统。这些系统呢，能够保证车辆在通行的时候呢，通过识别集装箱号、车辆号牌或者司机的面部识别呢，实现车辆的秒放功能，能达到通关的最大的便利化。整个中保区由北京跟河北两方面共同建设的，然后里面的道路，然后围网及卡口，我们从设计层面就开始统一规划，到实施层面我们也是统一实施。对的，现在的一个整体进度就是，道路、围网及卡口，还有综合楼，还有海关的查验楼，我们都是全部完工了，已经具备了一个封关预验收的条件。